做一个咖喱土豆，先把咖喱烧开之后加入这个土豆，我又加了一些这个丸儿，小火慢炖，炖到差不多快熟的时候，我又加了一点这个羊肉片儿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吃点牛羊肉还是挺好的。这个菜里边我没搁油，就是咖喱，然后待会儿再搁一点盐和鸡精就行。这里边我又加了一点小米辣，这个是熏豆皮儿。这个特别香。Thank you.